所以说你要是画一个椭圆出来，对吧？焦点，因为焦点在这，对不对？那这两个顶点，或者是在长轴顶点，还是短轴顶点，还是一个长轴一个短轴，你确定吗？不确定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那我们猜测它最有可能是什么轴？长轴端点，对吧？长轴顶点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一个长轴一个短轴，我们会想弧，对吧？你要小心思啊。好，所以说我们看，那老师在运算一下，像怎么运算？假如说这两个顶点是长轴顶点，好像说好的，可见这三个点会怎样共线？所以三个点共线，所以说彼此两个点斜率，两个斜率会不会一样？会。所以说需求这两个点之间斜率是几？ A 相减负六，Y 相减负八，斜率是几？三分之四。再算一下这两个点之间斜率，四减二分之五，二分之几？三。十一减九，二。所以说把二分之三倒过来，三分之二乘二，三分之四。哎，告诉我斜率有没有一样？有。所以基本上三个点会怎样共线？ 三个点共线，老师可以推得可见，这是一个点是几？41，这个点是几？负三，这焦点是几？二分之五和几？九。来题，题目只有叫需求什么？短轴长，换句话就是来 B， 对不对？那我说你中心是几？ 中心是这两个点的中点，中点，所以两点相加除以二，负二加四，二除以二一，三加十一，十四除以二，七。告诉我这里是标准的左右型或三下型吗？是吗？不是，它不是左右型，也不是三下型，它是什么？乱七八糟，歪斜型，知道吗？歪掉，知道吗？畸形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所以说它这题没有叫我需求翻成，是只叫求什么？求 B 而已。 那求 B 或加法，谁算出来？A 和谁 ？C。那 A 是几？所以中心是几？两个点相加出来是几？一、七。啊，老师问你 A 是几 ？A 很简单，直接带这两个点之间什么距离？两点距离是多少的？所以 A 是几？根号。11减1，3平方；9。11减7，4平方；16。 9加16，25，所以 A 是5。算出 A 是5之后，各位同学注意题。那我输你 C 是几？把中线焦点两点距离是要 C。那好，所以 C 是几？根号，再继续。二分之减一是几？二分之二。二分之减一是几？二分之二。二分之减二分之二，二分之三平方，四分之九。加上。 9减7是几？2平方，4。算出来根号4分之25。算出来是2分之7，5。把 A 和 C 算出来之后，还要求什么 ？B。 在椭圆当中谁最大 ？A 最大。所以说在椭圆当中，其中 B 平方加上 C 平方会等于几 ？A 平方。所以 B 平方不动，好不好？ C 是几？2分之5平方，4分之25。A 是几？5平方，25。所以说把一项一块是几？25减掉10分之25，4分之多少？75。所以 B 是几？2分之5根号3是交易。那短轴长是几 ？B，
B， 所以乘二下去是五等号三。OK。